抱我，他会亲亲我。太重了，依依。现在妈妈会说，查理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一直要妈妈抱。这些都没关系，长大最令我难过的是，从年级开始，太大声了，不要敲地上。不能带我心爱的小被子去。天哪，小被子陪我度过那么多美好日子。哇，不要敲地上了，太吵了。感谢妈妈说。哇，姨，不要再掉了啦，姐姐在休息耶。光是想到要害小贝，不要再掉了。晚上我就要顾好，不要掉。我再怎么不愿意，妈妈还是带我穿好衣服，帮我扎了一个漂亮的领结，现在可以，然后送我到学校。这样子，这样。做了一个大鼓。